快点的。好了，来这样喽。有一对兄弟走在路上。哎、欸，不是这种兄弟，好不好？不是道上兄弟，好不好？是玛丽兄弟。哎呦，好，这个玛丽兄弟呢，同时呢爱上了一个女生，哥哥呢非常的有钱，什么？哥哥很有钱，有钱，吃金币，吃金币，对不对？好，不错，好，那这样弟弟要贪吃一点，弟弟喜欢吃那个什么，加命菇好了，加命菇。吃好多个，哎，还蛮像，真贪吃啊。好，这样子，好，那但是呢，这对兄弟呢，都有一点让这个女生不是很喜欢的地方，因为呢，哥哥平常呢跟杜哥一样太宅，喜欢待在家，很豪放。哎呦，阳光宅男，果然有杜哥出镜，很好，不错。好，弟弟呢，平常喜欢窝在下水道工作。窝囊，哎呦，很厉害！哎呦，金币，吃金币，吃金币，加冰菇，加冰菇，下水道，下水道，金币，金币，币，下水菇，下水菇，什么下水菇啊？下水道，他讲什么你就谈什么啊？下水菇，你就他说下水菇，来吧，老师，他要下水菇了，下水汤，哎呦，哎呦。水珠都有，继续好，这样子呢，哥哥首先展开攻势要追求这个女生哦，挑在一个天气很好的日子出外，然后准备买很漂亮的花要送给女生。好，可是呢，女生收到花后非常的生气，生气，生气，然后为什么？为什么生气？你要逻辑啊，因为她送的是一朵菊花。好，这你最擅长的我知道。好，弟弟还在一旁偷笑哦，所以呢，弟弟决定呢，偷笑怎么配啊？偷笑，还要老师帮忙一下，睡还有助手，还有助手，继续。好，所以弟弟决定也要展开攻势，他约了女生去海边游泳，海边。等一下，我要想一下。好，突然遇到一头大白鲨。哦，陈大白鲨是困在一头大白鲨。哎呦，越来越逼近，越来越逼近。这个时候时间就快到了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时间快到。好，这时候应该什么？吃加命菇。哎，不对不对。这时候应该吃无敌星星，这是吃什么加命菇啊？无敌星星，无敌星星，无敌星星，哎呦，哇！于是呢，弟弟就很开心的一路一垒奔回本垒，把女生什么叫一垒奔回本垒？哎，这个有逻辑，你乱出题哎！快点，再给一次机会。不是，好，很顺利的哦，带着女生准备游上岸了，好不好？这时候呢，回头一看，发现，哎，怎么女生剩下一只手而已？好恐怖！哇，闹鬼了是吧？不是，这到底是什么故事啊？玛丽兄弟都有故事本。对对对。哎呦，不错不错。好啦，后来发现醒来原来是做个梦。做梦。哇！